顾嘉欣，嗯，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非常非常喜欢。我没跟你说是因为我一直在克制，我告诉自己我不能爱上你，我没有安全感，我想不到我们的未来。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。听到了吗？